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可能大家都不熟悉，但是孔庙呢，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孔庙的以诚书院这边会有他们这边的十三音乐团会在这边呢练习国乐。那我正好是礼拜天到这里，看到他们在练习，经过询问可不可以录影，他们说 OK，那我就帮他们录一段。给各位欣赏。
音乐就为各位录制这么一小段。如果对十三音乐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每个礼拜天到孔庙，早上10点到11点半，他们会在这里做团练。我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的模式。有你的订阅，有你的支持，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我们下支影片见，后会有期。